妈妈太天兵，小孩超倒霉，就把小孩带到电梯门口，然后我会忘记拿东西，我折回去，一出来就看到，哇，完蛋了，被载到15楼去了，就不小心就是想说，他正在动嘛，然后就跟他赌那个0.1秒，剪下去就看到那鲜血就这样，就这样流下。